您这个敲击过程当中的船体里头呢，有人进行了回应，生还着的。那其实整个现在救援人员呢，是靠这种方式来确认到底生还的在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底部的这个范围有多，切割这个处理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施救。同时呢，潜水员也已经到达水下，他们的将漂流。一直是漂流了3公里远，那么就是到达了我们的码头同侧的3公里外的位置哈。那现在到达了核心救援现场，我们也请导播插一下画面哈。第二个信息点要告诉您的这个设备飞过，那么全方位的现在目的呢，就是来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说呢，这个救援呢是有相当的难度的，难度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江面呢是非常宽的。